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加油加油！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石牌福清宫的庙口开讲的活动，大家开不开心？欢迎不？哦，今年的选举哦，特别的辛苦，上上下下，起起伏伏，一下坐云霄飞车啊，一下好像有感觉呢，心情的跌入谷底。但是现在大家再过两个多礼拜就要投票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我们要把中华民国赢回来，好不好？好。过去八年哦，民进党做得好不好？好。有没有很烂？下下民进党做得很烂哦。下下民进党。下民进党。近的不说，我们先从远的来讲，因为哈、哦，每一次的投票。就是一次的总复习，让大家回想一下这个政党哦，到底在过去八年做了什么样的好事，做了什么样的事情，让大家呢觉得让他一定下台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哎，我们这边有这个军工匠年薪被减的举手啊，哦，很多朋友军工匠退休金，我们杨署长也被减了，然后呢？减了年薪，大家的生活、大家的财务有更好吗？吴某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过去几年，我们的邦交国有增加还是减少？减少。减少。让邦交国减少。马英九时代没有一个邦交国，因为呢两岸之间的斗争而减少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过去八年一下子减少了八个国家，我们只有十几个邦交国。请问这样能忍受吗？不能忍受。我们再讲近的，各位，缺蛋有没有缺？有。疫苗有没有缺？有。快筛有没有缺？有。当然我们在排口罩。有。排口罩，缺快筛，缺疫苗，缺鸡蛋，缺鸡蛋，什么都缺。结果呢，大家每天排队，辛辛苦苦排队。我们那个苏贞昌苏院长好像很喜欢看人家排队，看到大家排队就说政府有做事，政府有做事吗？吴某没有做事啊，政府没做事才会有了那两道69钱啦，两岸相战那不叫做事，那叫祸事啦、啊、哦，所以啊，过去八年啊，大家就总复习民进党哦，就是认为呢，我们大家啊健忘，过去的事情呢，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，健忘。选举投票的时候，就给大家灌迷汤，就给大家送钱，就给大家很多的补助，就用抗中保台来拿选票。各位，这一招今天有没有用啊？还有没有？我们两岸要不要和平？两岸要和平哦，是大家最基本的原则。因为怎么样，战争没有赢家，战争没有赢家，战争都是输家。各位，你有小孩孙子要去当兵的吗？有没有？有很多。我们最近哦，碰到很多的家长，甚至那个当兵的役男打电话到我们说：“哎，议员，我们想要早点去当兵，好不好？”我们可以在五月份之前，520之前啊，就把这个兵役服完。哇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怕打仗啊。我才四个月的兵役，好、啊，假设我一月去，啊，我们5月6月就可以当完。万一中间打仗了，当兵当不完啊。各位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役男心里面最担心的事情。我们1月13号不要让役男担心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不要让当兵的担心，我们不要让爸妈担心，我们不要让家人担心，让我们年轻人开开心心的去服兵役，保卫国家，不要担心战争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拜托大家，一定要把票集中到侯友宜，集中到张思刚，集中到国民党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北投天母投票密码很简单，就是329。以前是什么啊？啊，稍微长辈一点，超过40岁以上的都知道是329是青年节，因为呢以前有放假，对不？哦，现在329呢没有放假了。侯友宜当选就放假了。哦，好，你等一下跟赵大刚说，侯友宜当选就放假。侯友宜当选还说12月
十五号也要放假，对不？啊，跨年夜不用第二天赶上班了，可以尽量的跨年了，欢庆啊！各位啊，我们北投天府的投票密码就是329，三号是谁？侯友宜。二号是谁？大声一点，二号是谁？张世安。啊，三号是什么？啊，对不起，九号是什么？没有错，我们北投天府投票密码就是329，三号侯友宜，二号张世刚，九号国民党，好不好？好。让329黄金组合从1月13号之起开始就帮台湾服务，帮中华民国罢免，好不好？好。拜托大家，好，要持续拉票，因为呢，我们都面临到萨卡都的选举。萨卡都的选举只有胜选，只有一个密码是什么？就是集中选票，对吗？60%的朋友，希望呢，明年的政党轮替，再也国会过半。60%的朋友，希望明年国家是走上不一样的道路。所以各位好朋友，我们把60%的朋友都找回来投329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的对手吴思瑶，过去。大概吴思瑶不？大声一点，他没听见。吴思瑶不？各位啊，在缺疫苗的时候，他没有帮大家讲话。大家都讨厌莱猪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支持莱猪。当大家都希望莱猪莱剂不要进校园的时候，他没有表态，他没有支持这样子一个保护大家食安的这样的一个议案。这样的立委是什么立委？是党立立委，是民进党的拉拉队，是民进党的立法局。我们让这样的党立立委休息，好不好？明年的选举，立法院也很重要，很重要。第一个，如果民进党又掌握了立法院，他一点都不怕，他说反正呢，我怎么做都无所谓，我怎么做呢，大家都会支持我。我现在呢，做一些烫伤忘法，一些罔顾民意的事情，不要紧。选举的时候，我又给大家灌迷汤、灌迷药。各位，这样的立法院，我们明年1月10号把它终结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让这些党议立委通通休息，我们让这些支持莱克多巴胺的立委通通休息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让这些在大家缺疫苗、缺快筛、缺口罩的时候，不但不帮人民讲话，还嘲笑说：“哎，马英九戴口罩制造恐慌啊！”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吗？还记得吗？那个时候 COVID-19 刚开始的时候，马英九说：“哎，大家戴口罩保护自己。”我们民进党的立委还去酸马英九说：“哦，你马英九制造恐慌，哦，没有这么严重。”放心啦，安啦，没有这么严重。但是后来 COVID-19 严不严重？很多无辜的生命哦，因此失去了生命，然后呢，让家人也非常遗憾，非常的痛苦。拜托，我们让1月13号，让这些嘲笑人民的立委，嘲笑大家戴口罩保护自己的立委下台休息，好不好？好，石涛这边就再次拜托大家，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来宾会陆陆续续的到达，因为今天的交通有点挤啊、哦，有点挤。我们有赵少康，等一下到我们现场；我们有柯志恩会到我们现场；有大家喜欢的徐小新、罗志强，我们的议会的好同事也会一起来加油；还有我们的新党的副主席李胜峰，也要代表新党来帮张思刚祝福来辅选，请大家有耐心，我们全程听听大家怎么讲，好不好？好，也请大家加油，加油！好，我们来帮国民党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说我们国民党，大家说什么？胜利！国民党胜利！国民党胜利！国民党胜利！赵少康。三六九，好，谢谢大家。
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。睡得好，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。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